我希望刷到我这条视频的小可爱六一都能收到礼物。六一老师不给你们布置作业，让你们好好放松一下。如果六一都得到礼物，你最想得到什么呢？你留言一下，说不定你的家人可以看到哟。到六一过后，我们再来留言，看看谁的愿望成真了吧。我觉得你此刻应该在想你的六一礼物会是什么样吧，你的心情应该像手机里的第七个表情包吧。你会把你此时用到的表情包发出来分享给大家吗？比心哦。希望刷到这条视频的小可爱们都能收到更有趣的六一神秘礼物哟。你以前收到的六一礼物都有什么呢？一起来说一说，看看谁的最有创意吧。